在这一刻，让你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新娘二次进入会场。这一刻，他们带来喜悦的传承，小白兔的一个小小的饰品，要送给在场的未婚男女，请往前索取。未婚朋友往前索取。对，欧巴桑不要去了。喂。据说呢，拿到这个之后呢，会7749天之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哇，今天家人无给无错爱啊，穿到安尼。上台来甲咱讲几句啊好话，好不好？那就比如讲拍一个破锅咧，欢迎。